9位, 主要是因为他在第一跳的时候没有完整地发挥自己的水平。 好的, 其实我们看男孩在跳水里面, 在这个跳板比赛里面, 二指的动作还是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纠结。 做两周半吧, 能力有富裕, 做三周半吧, 就略微有点勉强。 有的人可能觉得那能力有富裕好啊, 实际上也并不是那么好, 就是中国的选手何冲就曾经面临过这样的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 因为他的能力太强了, 做两周半的时候稍微就有的时候就有点控制不住, 做三周半呢, 稳定性就不够。 这样的情况呢也是不少的男选手会有。樊锦成这是一个不错的动作，对于他来说这个发挥已经是不错了。樊锦成在完成了这次比赛之后， 今年还有一项重要的赛事就是亚运会。马来西亚选手阿姆夏 307C 很关键的一个动作，难度也很大， 3.5。 起跳不错，起跳的高度还是不错， 打开入水的时候时机略微有一点点偏晚，没有能够很好的控制。57.75， 可惜的这个起跳啊。 涅佐夫在上一轮之后位次是排到了第16。 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出现特别大的意外情况，俄罗斯队员因为他们的难度都比较大，所以进入到决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如果是凭借这样的质量去打决赛的话，那是完全没有机会。对于世界奥运会的银牌、世锦赛的银牌，在比赛里面跳出这样的质量，确实还是让人觉得有一些遗憾了。 克里斯米尔斯 5353B 反身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英国队的这两位选手，尤其是一会儿出场的拉法尔，杰克拉法尔，他实际上实力还是非常强的。 那中国队的教练呢也是评价杰克拉法尔说他还是有实力去竞争世界大赛的奖牌，而从今天的比赛起码到目前的三个动作来看，米尔斯也还是很强。来看斯内健，405B 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 在今天出场的所有队员当中，斯内健的成套难度是最低的，二三四组全部都是两周半，入水效果还是不错了，起跳的高度还是有待提高。对于一个马上就要34岁的老将来说，能够持续的坚持训练和参加比赛也本身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日本呢， 跳水的训练环境并不是那么的好，尤其是到了秋冬天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加温设施非常的不好，常常训练水的温度只有16-17度，是非常寒冷的。我们中国的泳池一般都会保持在27度甚至更高。弗兰特尼尔，澳大利亚选手。
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种情况，就是说他本身对成绩还是有一些追求，所以在一组上就会去尽量的尝试四周半。但从本身的能力来说，做四周半呢，又不足以让他从容的完成动作，就只能去赌一赌。60.80分，这位教练呢，这位澳大利亚队的教练是在悉尼的跳水俱乐部当中，这次除了格兰特尼尔之外，还有美丽莎吴也是他的队员。阿瓦莎来自乌克兰，关键的三组动作。其实弥补的还是不错啊，在起跳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慢镜头确认一下，好像是稍微有一点点踩出去。对了，两个脚的大脚趾都有一点踩出板头，右腿呢还更多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影响他的起跳，能够弥补成这样不错。82.25分，豪斯丁在上一轮之后位次上升一位，还在第六。5355B，那这是豪斯丁一整套动作里面难度第二高的一跳，最高的是在第五跳的109，3.8的难度价值。完成的还是不错啊，5355这个动作，反身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动作环节多，非常的复杂，而且呢，这样的多周翻腾和转体在3米上来完成，难度又更大了一些。马来西亚选手黄自良，307C，反身翻腾三周半。哎，很好，哎，这个动作对于黄自良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挥。在之前呢，我们也是看了他的双人比赛和预赛，动作都没有跳出这样的质量来，今天确实是发挥了。82.25分。麦考瑞，尼古拉斯·麦考瑞，来自美国的选手。还是很不错的，107躯体向前翻腾三周半。男孩子完成这个动作是非常的轻松。79.05，罗密欧·帕切科这一跳307C，上一轮之后位次有所下降，从第五掉到了第八。上一跳主要是它难度太低了，只有3.0，太着急了。虽然入水的效果还是不错，但整个起跳翻腾的连接太着急了。92.75，目前的分数是247.65。杰克劳47杯。杰克拉法尔在上一轮是超过了两位中国选手，跃居到了第一位。上一轮呢，他的307大难度的三组动作完成得很棒。哇，也还可以啊，其实如果一套动作突然
跳得特别好，我们还可以认为是偶然的话，如果每套动作都有一个相对较好，比如说像80%的发挥，就说明这个运动员他的能力水平，包括训练当中的动作的成功率就已经是相当高了。墨西哥选手卡斯蒂略109C 大难度的动作，向前翻腾四周半。现在这些应该说世界前六位的跳板队员对于这个动作的掌握成功率是越来越高了。85.50分，这些动作刚出来的时候，我们经常还是会在赛场上看到频繁的失误。现在这些男运动员们已经是可以在双人里面做了。啊，好高的起跳啊！俄罗斯选手扎克哈洛夫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这个扎克哈洛夫他也可以算得上是俄罗斯选手当中身高最高的一位，已经超过了1.75米。这样的身高仍然能有这么高的动作，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要知道身高越高的队员他的翻腾半径就越大，就需要更高的起跳高度来完成动作，难度也是指数性的增长。来看何冲的这一跳很关键啊，不错，比预赛的时候好。刚才预赛的时候这一跳略欠缺一点。何冲也是去年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在前年的奥运会上拿到铜牌，89.25。来看最后出场的曹原109C， 那这对曹原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成套难度里面呢也是最大的一个难度动作。还是不错啊，其实曹原这位选手他基本上还是能够在比赛里面相对完整的发挥自己的水平。其实在刚才看预赛的时候也是不止一次的听曹原说觉得腿有点软，这几天因为比赛比较密集，而这样的年轻队员呢又不知道犀利，在每一场比赛每一个动作里面都全力去做全力去踩，自然尤其是腿上反应会是大一些。在这一轮之后曹原是领先何冲5.35分，排在第一位，何冲第二，捷克拉法尔排在第三，墨西哥选手排在第四和第五位，这是第9到第16位的各位选手。2014年国际泳联跳水世界杯赛，感谢农夫山泉和好视力的大力支持。现在比赛已经过半，还有三轮动作即将要进行。走板起跳的时候稍微有点犹豫，但这一犹豫呢，就影响非常大。大卫·布迪亚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实际上这也是在日常的训练当中啊，运动员在这方面还是没有考虑得很周全。有的时候我们中国队的教练员们会告诉运动员，如果真是要到了这种情况，不管什么样也要坚定地跳下去，似做非做的这种犹豫是最不应该有的。80.50，蓝景城这一跳205B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樊景成也是曾经参加了06年的多哈和10年的亚运会，并且收获了跳水项目的奖牌。不过当时是在双人项目上，这个205很漂亮啊，向后翻腾两周半，很棒的入水效果，动作实际上还是相当的规范，空中的躯体动作，入水的时候稍过一点，自己也是感觉到了。 是马来西亚队的教练，还是说在打开入水的时候缺少一点脆劲？69.70分，库兹涅佐夫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今天发挥的相当不好，现在是否能够进入决赛？不确定。 这一跳5253B， 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跟他自己的水平相比，这还是一个好的状态。 除了俄罗斯队的队员之外，其他队很少会用在跳板上用5组向后转体，因为立定转体的动作呢，不容易获得更高的起跳高度。走板起跳是很划算的。英国选手克里斯尼尔斯，205B。 太远了，63分。 日本选手斯内健。 教练员，今天的澳大利亚队会有2位队员来参加比赛。除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格兰特尼尔之外，在今天的晚些时候，女子深冰跳台的决赛当中，美丽莎梧也是进入到了决赛。相比较于格兰特尼尔来说，美丽莎梧还是更有竞争力一些。曾经在世锦赛上拿到铜牌。克瓦莎。
沙还是延续了之前啊，在国际一流大赛当中不胜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其实有的时候对于运动员来说，很多事情就是一层窗户纸，就比如科瓦沙，他在一些系列赛里面，实际上系列赛也是很高级别的比赛了，能够战战都拿到奖牌，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当然在国际一流比赛里面从来不拿奖牌，这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说明这位运动员他是越到了关键的场次，甚至是关键的动作，心理上不够坚定，容易出现一些起伏。这位选手豪斯丁帕的里克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差一点这个动作入球的时候不够的比较明显。豪斯丁呢也是一个身高比较高的选手，所以呢他就需要更高的高度，更大的起跳高度来为自己争取动作的空间。这样的立定起跳就需要运动员尤其是下肢有非常强的爆发力和很好的用板技术。王自良马来西亚选手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哇，这打板太厉害了，人本身没有完全的合上板的节奏。所谓的合上板的节奏实际上就是根据板的颤动的上下的节奏来最大限度的用利用板的反弹力。美国选手尼古拉斯·麦考瑞板身翻腾三周半抱膝，看来今天在半决赛完成的可不太好。罗密欧帕切科这个动作5353B 转身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还不错。大部分的墨西哥选手尤其是墨西哥的男选手在五组的转体动作上还是有一个先天的感觉，不但是可以做大难度，而且他们的完成质量也还是非常好。79.2，帕切科他的这位队员呢，确实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有一点心急，动作往往是有点等不住板，有点着急做动作，所以起跳高度总是有点折扣。啊，这个走板出了问题。有点可惜啊，凭他的经验是把这个动作弥补过来了。完全是可以获得更好的高度，得分呢也是可以更上一个层次。实际上我们看看啊，这个打分虽然都是0.5进制，但是8分和8.5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那裁判员在给运动员打分的时候，往往是先会把他的这个动作放在一个层次当中，比如说8.5到9.5就是一个层次，
然后在这个层次里面分辨上中下。这是墨西哥选手卡斯蒂略，这个弄得不好，反身翻腾三周半，没有翻过来。63分，这动了满分105，只拿60多分，这是不是世锦赛铜牌的一个最好的表现。哎，这个幸亏是5154啊，如果是下一轮5156这就过不来了。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冲的有一些靠前，81.6。下面来看一下合冲，207C，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动作，3.6的难度。那这个动作呢，在这个赛季也是有一些难度上的调整。刘恒林教练是一直带了何冲很多年。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过了一点点。何冲的没有完全的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起跳的高度啊，压板沉板的时候稍微有一些不足，48.45。好，84.60，看到有效分基本上都在7.58分的样子。来看曹原，这是很关键的一跳，之前的109完成的很棒，91分。好的啊，曹原年龄不大，经验不少，在入水的时候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控制。现场也是有裁判员给出了10分啊，虽然是被当作最高分去掉了，但仍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这一轮结束之后，曹原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何冲第二，卡瓦莎排在第三，杰克拉法尔排在第四，第五名的是罗密欧帕切科，来自墨西哥，第六的是卡德里克豪斯丁。这是第六到第16位的各位选手。那英国的米尔斯呢，在这一轮还是有点可惜，